今天要做什么料理？蒜焖黄鱼。好，先把鱼先给它两面金黄。好。Later。先把蒜头把它煎成有点金黄。好。小火让它慢慢到水收干，蒜头入口即化的时候就可以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蒜焖黄鱼完成。如果喜欢我们的料理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谢谢。